校评剧班创作排演的评剧《黑梦蝶》。《黑梦蝶》是根据关汉卿名作《包治氏三番蝴蝶梦》改编创作的，歌颂了视离如伤的包拯，中国传统妇女王氏的优秀品格，刻画了一个逢上迎下的孙丞相。此剧意图把传统戏曲的城市表演与现实主义体验相融合，其中酣畅淋漓、富有评剧韵味的成套唱段和评剧班四年级学生精神百倍的表现，定能让您得到中国戏曲的神勇余韵。下面请看创作剧目《黑梦蝶》。Cheers.
本着我一家的双亲，好，慷慨用心，好，那大礼我就陪你的炊兵打礼单。Thank you.
县令啊，中谋县令有大路哦，大人，那我表白呀，恭喜爸爸，
儿子，马师傅来了。
本是公敌，特命受理院顺好奸臣，务必依法断案，今日解亲，亲赐吾皇万岁万万岁。喜盆大嫂，当初老夫举夺转之中，提拔你是九层人大，包喜们不出师也，便可冠楚一品，出将入相，昨日朝廷假进相。不你今二十年一过，一举直事，看否不因、啊、你可知这是百两何故吧？哦，包臣不堪，有恩师厚啊，好啊！你才华横溢，早该晋升，不要为国动人。要是你心胸偏激，感情用事，只饶不包公。是是是，你可知道，老夫这第一圈万岁，提拔你红图阁大学士。金手撒扎西重大，这个中阴情一样仔细珍重，那个量词哦心神伤一样三思，儿啊恩师，王权一派。
安，你是如何受命？启禀大人，那国标乃是皇亲国戚，汉顺扬名，哪有达子王权之事啊？我大子，大爷那是孟官，又没真相打死你，谁让你缺心眼子了？启禀大人，那彭传酗酒赖出了名儿，那彭传酗酒赖出了名儿。肚子是逼得行善有家政，那日相思去玩闹，他买了白眉女女百只鸟雀，一百都归放了正。贵公上一只野猫马天窜，挂下的坐骑受了罪，公子叫新人卖多惨，大王权他话不中用罪不中用，正好走在马的当中，静静地揉揉地，他轻轻揉揉揉揉，轻轻的马交错，这是一套。这个铜拐，就是一扔扔三扔七，叫人不得又名不又名，这才富强。我怎么缺德单了啊？包大人，大人讲理，此也只不过是个普通的交通事故，顶多是开个罚单。赔款若干也不能顶罪呀、啊！听见了没有？你们听见没有？实事当真，此地方李四当时就在现场。启禀大人，我们县府有所言，哎，是事实。包大人，这不是事实，哎，这就不是事实，不是事实，这不是事实，不是。我说是他就是不识地事，说不识就包不识，心不心中老喜欢。如此说来，王家之子打死葛彪也是真实的了。这王氏乃是本城的一个教主，是那三个小王崽子趁人不备，把这公子活活给打了。好了，王氏弟兄他死谎亲，你也是青天可见死。他小人我看呐，正治的大人请看。凶手必公然不悔，西门大啊！正人正面一干一群，我看算很了不起了。真是的，还瞎当什么功夫啊？哎呦，见王氏弟兄压上堂，来，好。
能尽是王爷心，正是叫臣母子。叫王爷好，我叫王爷娥。你呢？我叫王爷娥。哦，王爷娥。是啊，石河浪就是我，我是石河浪。哎，别大爷，你看我这风声好不好啊？哦，好好好。不是，我把这风筝送给你，你让我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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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他们小小年纪是如何踏死七尺大关？圣僧，今儿就回家，要不上河吗？上！
文思两地一来顺受，其死不告状，打死不喊冤。哦，其死不告状，打死不喊冤，喜闻呐。虽说多年为官，心中那强人的情节却一解不曾割舍，因此上强人跟富人打官司，已从是同情求人，百姓与官吏有纠纷，已从是偏袒百姓。众所周知，强人虽可怜，但其动力不少，违法的作伴，富人总可恶，其中却都是守法的精英，除了一个心胸偏激，才不幸这真才实足的这边人却一出偏心，那刁难胡言乱语。我要表扬你，这是王家的光明心，你是大宋王法，做的是朝廷的命官。好，朕还求便你，来个实情心存恨，可不要他拿无意之中死亡村，还是还在心中不愤，还有格调，眼下正知其然，还要格调吗？信命哦，原来是两下正直之间，我了信命，是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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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是什么是啊？伤了包黑子的炕了。如此说来，不论且听，这何不是死？还是两下相争？伤人命，咱说是不伤人命，你是啊啊！这困难丧车之间，能到此到此，不是无伤，又是什么？不伤人命，你是罪犯。Oh!
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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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规则，做一人为戒指，做两行。Thank you.
两小三兵，刚刚才怎么不把那个孩子也放啊？啊，听说小子我魂魄惊，
香啊。但贫苦百姓，一无权势，二无隐情，想在这人间求一公道，怕是无望了。人都说包大人心如水，名如镜，为什么不与我爹爹报仇，反而搭上我们兄弟三人的性命？哼，分明是官官相护。你看那包拯对那孙大人恩师恩师的要个不停，能与咱们做主吗？妈，我想回家了。回家？儿啊，今日你兄弟之中须有一人，却为何表弟放郎放儿们回去？儿啊，今日没了
子孩儿，可是你气上心肠。废书，都是亲生亲娘，为何亲叔不从话？我打你一棒子了！大好人就是你亲生亲娘，这小小的码头定是你榜样的一次经营。你是你大学的强根生万年，他因为你当事业不顺，你的名扬一时又到哪里去了？你胡说！我娘三心五虎养我们兄弟三人十几年，哪里有你娘？哎，人却只管心非心。保臣需要发兵追查真情，您不罢啊！此事真相如何？你与我从实讲来。有一个。
调和上下的文章，也还算得多体各地，只是这穷人的亲戚啊啊啊啊富人啊，结合结合出于吃饭，将这小儿留下，发外施恩，将其盆两份词留个全诗。Ah!
包不能人家听操，与君君为非难消，你做自己的心声为您做主，为老包吧。
他们出城去怕他，不信大人，犯下欺君之罪。
了。